纪人呐、啊，从国外归来，各地回来，来回来过年呐、啊，总是觉得很热闹啊。虽然这一波的疫情让三年之中好像隔得很远，有形的高山大海倒是不是障碍的问题，最大的障碍呀、啊，那就是看不到无形的。但是呢，人人呐、啊，都是要好好的、好好的防护好。师父一直都说，人人要自爱，爱人。这一波的疫情，大家要自我防护好，那就是呢，那保障人人的平安。期待呢，每一个地方的菩萨，我们还是呢，自我管理，人人自我管理啦，那就是平安啦。过年大家都是轻松快乐，这最近在跟大家连线的时候，这两天大家都是虔诚拜年哦，每一个地区都是呢好几个分支联络处，光是美国啊就有九个地方，要一个一个地方来上线啦、啊。天气很冷，但是呢，每个地方都是集中很多人。美国如此，大陆也是啊。昨天呢、啊，在拜年的时候，看到了两位菩萨，老菩萨啦，他们呐、啊，要从达州啊来到四川，距离呢有500多公里，他们大车啦，差不多要30多个钟头，他们也都是呢，一段搬过一段的车，就是为了来拜年呐、啊。看到他们好亲，好亲哦。谈到了想念师父，都是呢，黄了眼眶啊。这是相思之情，可以很深的体会，真诚的念相思念诗啊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很认真，在做环保菩萨招生，他们的环保真正的做得很好，也不论寒霜雪冻，都是照常天天做啊，都是呢菩萨群啊，这都很多的感人事啦、啊。有的地方像香港啊，香港啊的生活空间啊很狭小，那一个小叠床就是他的全部，也
很多人离乡背井啊，他们的生活有的总是用硬纸板，为了这就是他们啊长期的家。慈济人呐、啊，就是这样，送暖，蹲下来，那跟他们温暖呐、啊，让他说一说啦、啊，他们的心灵的不足，所以这都是呢温馨，比给他有形的物资更温暖，那样真正的人间有爱，这就是真诚的爱。曾经听到香港菩萨回来都会跟我细说细说当地的环境啊，也会想到了一群弟子们贫中之富，心灵的开阔的富有，虽然呐、啊，物资跟所住的都是那样的简单狭窄，可是他们的心宅宽阔。所以佛陀在《法华经》说：“大慈悲为是，如何忍辱一？”所以有请去了蓝天白云呐、啊，不就是如何忍辱一吗？人人皆平等啊，那是。还有呢？大慈悲为是，咱用大慈悲啦，咱的心呢，心，咱的空间啊，心灵的空间，是大慈悲为是，就是心灵的空间，咱的心的体，心体啦，总是那样的开阔啦，也是很富有。那种的富，心中的富有，比一般的那财银之宝啦更有价值。所以呢，大慈悲为心，如何忍辱一那样的太多啦，时常都是很温和的，脸中。带着笑容，那样的亲和感走进了苦难人的身边，拥抱着他，而且呢，抚摸着他。美国也曾经都是有这样的过程，那很多的地方都也是这样的，这种的爱心啊。发挥了智慧，如何呢？帮助了苦难人，很多温馨啊的故事，在菩萨人间，常常都听说人间苦啊，的确是苦，因为是有苦，才会有菩萨出现人间。那一群菩萨从哪里来？从佛宅来，对佛体来啦。佛体就是心，佛陀的心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可成佛。所以咱爱对任何人，咱都爱用感恩呐，让我们有机会。去付出，做人最快乐。其实呢，你帮助他，这个他，其实他是现象成就你。没有他的苦，就没有你。
那行善之乐。所以我们心中也要对对方呢说感恩，是虔诚的，不是口头的。所以师父请贵尼来一直跟大家说感恩啊，这一个时时说感恩，对人说感恩，那这每一个角落都无不都是感恩。